就是我们要迎接第二只猫的日子，耶！把我们的邻居带猫，差不多就是带一个月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这只猫对我们家来说非常意义重大，因为就是有带过它之后，我跟 Freddy 才决定要养猫。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说，等就是我们可能脱离学生生活，或者是生活更稳定一点，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养猫。就是自从上一次那个礼拜带邻居家的猫之后，整个就是爱不释手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养了 Checko 这样子。那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要顾两只猫，然后这两只猫也是第一次要见面，所以我们就准备一些东西。首先呢，因为我们打算就是要让猫隔离在我们的书房，所以呢，这边就是之后邻居猫来关在这里的这几天呢，会用的猫砂盆，然后它的小玩具跟他睡觉的地方，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小闸门。那大概七点的时候呢，邻居会把他猫猫带来，我们再来看这两只猫会发生什么事呢，敬请期待。宝贝哦，你知道你的新朋友要来了吗？我下面这里有还没有用完的，所以可以哦。好 ，OK。是你的地盘，在那边。还有人，还好了，他们至少没有 hissing 的，没有不爽。嗯，他在试探对方。好，我们先这样一下。如果真的不行，我就把它放。我觉得还好吧，应该。我觉得他应该还好。我觉得他应该还好，我比较怕他。是我们的，因为是他地盘啊。对。但他是胆小还是凶啊？胆小爱做乱而已。好啦，没事。那么他稳，他稳吧。哦，你这很担心，他秒对，正好就是这样觉得。好，还好。打哈气，你打哈气哦。好，那我先帮你们关门好了。Good job. Nice, Jacko, nice. 你真好帅啊！但至少两个人坐着的样子是。
less。完啦，没事啊，没事好吗？缺口我们先出去吧。哎，给阿万一点空间哈。去喽，嘟嘟嘟。